爱迪生曾经说过，我平生从未做过一次偶然的发明，我的一切发明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严格测试的结果。 非常喜欢钢铁有机械感的东西，自己也比较喜欢动手。我性格比较内向嘛，我也不就是性格原因吧。我的表达出口可能就是做东西了。我做东西不是说特别复杂的，就是奔着有趣、比较新奇去做。我没有专门学习过这个，我不会画图，也不会3D制作，但是。 我脑海里有一个大概的形状，做出来之后，再根据感觉去调整它。大家说我这种属于原生态艺术家。开始做的时候，基本上没有跟外界有联系，每天在做东西、想东西，你就会感觉非常开心。 周围的人跟我思想差不多的，不多。开始做的时候，周围的人就会感觉很奇怪，笑话你，觉得你搞这个就是不务正业，养活不了家里人。农村一般就是毕业之后不要去打工赚钱。我刚开始进城的时候，去工地里打杂，搬搬砖、和泥，当过服务生。 最后从事的是电焊的工作，每天就是对着那些钢筋水泥工作了10好几年，尽管就有3万块钱，已经快30了，但是还是一事无成，你会感觉特别焦躁，特别想要按照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去生活。 这么对着，必须有我，有这个监控台跟着我走一下，再下一个镜头，来试一下。给大家介绍，我觉得这不属于不务正业，因为我也没有好吃懒做，我也每天在干活做东西。今夜非常大，有一种在大草原奔跑的感觉。 现在我全网粉丝大概有1000万左右吧，播放量光是微博是6亿左右。生活了20-30年，也没有找到一点存在感，但是在网上别人比较认可你，感觉非常开心。来，放在这里吧，看着手，能够在我熟悉的地方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哎，转动吧，这样感觉自己非常踏实。 我父亲身体不好，前年感觉是把胆割掉了，还要去北京打工赚钱。以前我爸在外面是180一天，现在我花200一天，高兴把我爸爸聘回来了，让我父亲跟着我一起做。我觉得我的印象差不多已经完成了，我挺满足现在的生活状态。看上去没有用的东西，就真的没有用吗？ 我不这么认为。我觉得没有没有用的东西，只是还没有到它发挥作用的时候。这个世界也没有没有用的人，只是还没有到它发光的时候。Next on the vibe, food is served. We check out a cornerstone dish of dim sum served in one of Chicago's most famous restaurants.